Malaysian singer Andrew Tan first entered showbiz in 2006 following his win at Malaysia's Astro Talent Quest and Hong Kong's TVB International Chinese New Talent Singing Championship. But it was only in 2011 that he finally got to taste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 in the Mandopop scene. His debut single in Taiwan, Tian Ho, remains the top KTV hit there more than 60 weeks after its release. He's also slated to appear in a movie alongside Taiwan's Lan Li Wen and Singapore's Tai Yang Tian, as well as to launch his first photo book after the likes of Mike Kerr and Yo Sheng. 很多歌手在成名了过后呢，大家就对他们的过去的血泪史有兴趣。所以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熬过来的歌手？ 我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歌手的这个路途有点像 stock market， 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那当时在马来西亚，其实我出道了5年，今年是第6年的。那前面几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新人，然后很多东西要学习，然后也遇到很多低潮。像是前年年底，就是在台湾发行的专辑之后呢，因为工作证遇到问题，就立刻回到马来西亚。当时是 很沮丧的，因为觉得说专辑发行了，可是没有机会宣传，那就不等于就是死定了。然后自己觉得说对未来是充满的，就是不安全感。那加上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工作，所以我几乎那半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那我觉得要度过那段时间真的很难。可是很幸运的是，很多歌迷依然在网络上，在我的 Facebook、我的 微博，就是一直告诉我他们对我的支持，要我一定要加油。我的朋友们也很贴心，就是会打电话给我说：“哎，你要不要出来？我要请你吃饭。”然后你不出来，就是不给面子哦，就是会强迫性要我出来。那6个月之后呢，我再一次回到台湾。那当时天后已经是大家都懂的一首歌，我没有机会宣传，但是大家依然那么的支持我的歌，我觉得是一个 很幸运的事情，这是一个 miracle。那我反而觉得说，那歌红了，那我就是要有一个方向，要往人的部分再继续的加油。所里面下很多功夫，然后也尽量就是介绍自己让大家认识。我们也看得到你在往人这个方向的方面下的功夫了，就好像不习惯很痛那个 MV 里面，我们看到你非常有实力的身材。<笑>所以你是一上来都是肌肉男吗？还是为了 MV 而特别去操练？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就是健身，然后去健身房，因为我觉得就是身体的一个健康很重要，尤其是歌手这种就是太累的一个工作，有时候要 travel 很多地方，所以我觉得体力要锻炼好。那同时也因为锻炼体力了，发现身材好了之后，自己的自信心也比较好。那没想到那个我们的导演邝胜大导演呢，就是在心动的 MV 就是有大概让我小露了一下之后，他觉得很满意。所以我觉得不习惯很痛是一个陷阱。 因为我去到现场之前呢，都完全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那也没有对过这样子。那后来去到现场，就说好，这位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美胸皇后小鱼这样子。我觉得哦，美胸皇后身材好好哦。然后他说好，你们先认识一下，等一下就可以进这个 elevator， 然后要开始亲热。我就觉得哇，突然间有一种就是当演员的那个压力，就是一个专业演员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那要专业，要努力，要 就跟小鱼有沟通，然后就开始演了。演的时候真的是来真的，因为我们怕太多 NG 会很尴尬。是你第一次拍比较亲密的镜头吗？对，我一般MV 里面都是比较多半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比较少剧情的。那不习惯很痛算是最MV 里面算是最火辣、最激情的一个吧。 所以是陆续有来的吗？你觉得？<笑>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然后大家也有给很多很好的评语，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太多的自信在这一方面。但是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出版社，在台湾之前有发行过佑胜还有贺俊祥的写真集的。那他们这次呢，也就是有一个邀约，请我跟他们合作拍我的写真集。那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一个 机会，因为终于就是可以拍写真集了，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像那个尺度会去到哪里吗？不知道，还不知道，所以到了现场又要被吓一跳这样子。我自己有做好心理准备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
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挑战要让我去迎接这样子。我自己就希望说自己要做好准备功夫，然后去到现场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我都要尽量克服做到最好。会不会去参考啊贺军翔啊还有佑胜的那些 pose 啊概念啊？其实他们一发行我已经有买过来收集了，对，就是我自己已经是就是一个粉丝。还有收集其他人的写真集吗？我之前我很喜欢一本写真集，但是因为太贵了，然后也太重，当时就觉得说哦还是不要买好了。那它是那个 David Gandhi for Dolce & Gabbana，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时代的一个超级名模，那当然就是会参考。 Well, we'll see in time if his photo book will do better than that of his predecessors. Next, we find out how Andrew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a makeup artist to a recording artist. Stay with us.